就是如果他里面电话还没打完的话，要摁专主播吗？就是只能让他把电话放在这儿先干着。嗯，我也觉得是这样的。我想给大家分享。我们说对了吗？没有人管我们。可以的，直播就是这样才有趣。 跟泰式楼人家讲什么故事？嗯，您知道我可以的，可以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天啊，每次我跟朴菊对视的时候，我都这样的。人家要的是交流，不是肯定。你就别说你了，我在跟着讲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千玺对着我。 然后回头看到又是小军在，千玺看到了，你说，小军在外面跟我坐的所有的手势我都不知道是在线上，是在线上还没在线上，小军永远都是拿着那个电话，来敬你小军，不容易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这看起来也太美味了吧！我先来片鱼，这鱼我是期待已久。 我也帮忙炸了一下呢，何老师合作做的，好棒，实在太好吃了，哇 ，real，real，Oh my god，乳酸菌的，你喝这个，啊 ，real 清爽，弟弟，你觉不觉得这两道菜相当于满汉全席？相当于的，那就是这两道菜。 和我的方便面火锅，只能选一个。好难哦！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哎呀，我两个都要。哇哦！我们被选择了呢！我们被选择了呢！ 看过一遍毒鸡汤，他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，但是世界上90%人大致想法都是一样的。是的，对对对对。是的。他说，10个人里面有9个人觉得自己调的海底捞的底料是最好吃的。我但我确实是最好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来了吗？你们今天看我调料的那种感觉就知道，我真的。那确实很好吃。